历经两天的浓雾，金门27号天后好转，上一机场全天候的恢复正常起降。截至27号当天下午6点，机场的候补旅客全部清空，总共27号全天32班次输运赴台旅客大概是3700人，人人都有飞机可以搭，输运顺畅，一扫前两天的浓雾阴霾。来，要唱名了，来，华信10:40往台北要唱名了，往台北这边请哦，红台大概都可以来这边请哦。何荣寿，吕县志抗裁员，回华信柜台。直接到华信柜台，行李托去到华信柜台，谢谢。受到浓雾影响，金门机场25号取消6个航班，26号全天28个航班全部取消，往来台金两地大概是4000人的行程受到影响。所幸26号晚上的一场大雷雨，风向在当天晚上转为东北风，金门终于摆脱过去长达30小时的浓雾困扰，吹散浓雾，27号上一机场恢复正常起降，拥进大批的候补旅客。我昨天一整天没搭到飞机，我昨天有两张票，可是整个都是雾嘛，所以那是天后因素。我早上6点以前就来啦，对，所以我6点，所以我现在今天就是有点尴尬。我本来在想说，是等到8点呢，直接来呢，晚上8点直接来，还是这来候补？那我想说试试看候补吧，想说早点回去会比较方便一点。观光处表示，清明年假将到，县长非常关心疏运工作，已经要求密切注意航班跟疏运状况，随时机动协调航空公司加开班机，必要的时候要请军机协助疏运，让乡亲都可以顺利的往返。